袂出，但愿阮若无够长，这件事心内心酸。一杯酒敬你也敬阮，你也袂你开嘴甲我讨，你要聚阳生计当署长这个位置的时阵，我原本想讲你已经准备好，你要好好管理这间公司啊。结果你竟然到今麦还阁想要依赖我，安尼我请教一下，你这个董事长是咧做假的哦？爸，有话嘛不是安尼讲。虽然应凯今麦是公司的董事长，哎呀，不过你也无完全放权啊。所以讲，你这个老工哦，做人挺人诶，加减下一点指导期，互你的囝婿。这嘛是真好的代志嘛，啊若无，那工会集团势力这大，刚刚咱就要把手紧紧徛伫一边啊，看因这么挺有噶，这当然是无可能。啊，不过杨子欣看下甲李嘉明，好像就真实，凡说因进前早就往来啊，这对咱来讲，确实是不是一件好事啊。这个李嘉明很明显就是针对应凯来的，而且杨子欣跟李嘉明一定早就熟悉，啊若无嘛袂伫停车场当咱的车位嘛。啊，若讲到杨子欣哦，伊毋是出来在讲啥物无计较啊，煞私底下去找一个人来针对应凯，嘛是也是有够小气的。免讲对伊面去，不管李嘉明安怎，咱袂当会变成咱的阻碍。只要分化伊甲杨家的关系，对咱绝对有帮助。分化伊甲杨家的关系，我看你会想要分化杨子欣甲李嘉平的关系吧？安怎？即马看伊两个在交往啊，所以你就掠讲吃醋啊？好了，芊芊，你嘛不需要安尼想杨家啦。问题是即马又最底背后有功夫集团。对咱来讲，确实是非常的不利啊。赵应凯先生，我请教一下，你即马按算要安怎提防功夫集团，还佫有最低因以后的感情愈来愈泥浓浑浑？我是在想，李嘉明这么少年，而且我毋听过游荡提起过一个人，伊无可能一个人会当主导过功夫集团。伊应该是集团派来的代表，伫背后，迄、那个真正的主导者才是关键。所以我认为，咱会当直接跳过李嘉明，接触集团背后真正做决策的迄个人，咱就能占到优势，直接确定杨水定入面。嗯，总算是讲到一件代志啊！广威集团的创办者就是李嘉明阿公。听讲伊前两天啊会转来台湾，你想办法甲伊接触，跳过李嘉明，直接设立光辉集团，因真正决策的核心。我知影，董事长，我先去找通路商，顺便跟你记者会代志，确定通路袂有任何变卦。你真正认为赵英凯的心内对杨子欣也是真要紧？以你的观察，你认为李嘉明跟杨子欣敢真正有咧交往？若是我熟悉迄个杨子欣哦，照伊的个性，应该是无可能想再接受这段新的感情。要唔过今仔无，无表示以后都袂。像像伊看遐尼爱嫁的查某囡仔，规工就是假天真、假善良、假无辜。查甫人毋是拢上爱食一套。那是安尼啊，你即马真正是不应该对赵应凯安尼正口倒下，因为你安尼做一来，咱想要甲李嘉明去怪咱这边，当然是无帮助的。二来，连带破坏你伫应凯心目中的地位，还佫有伊对你的感受。
爱记的，你若真正想要做一个好我将后你红彩的太太，硬拄硬，绝对是上好的办法。你看我甲秀英相处的方式，你就知影。你敢真正希望你甲赵永凯的婚姻以后，原来是这款的结果啊？你要了解，查甫人啊，就好亲像是一只狮。啊，不过你有想过无？驯兽师是安怎啊？会有狮甲夹，而且佫我都予一只狮跳过来走过去。上重要的是，驯兽师予一只狮知影讲，老爹伊身躯边啊，伊只我都食饱饱。伊若走出去，伊就受着真侪挫折。尤其你爱记的是，你手里所以爱条皮鞭，不管你变哪舞，你绝对变个真正拍伫迄只狮的身上，知无？先就知影刘先生。家人客虽然计条的，这是做服务业上基本的功夫啊。连这你拢未晓哦？不怪，一世人未成功，拢会放看袂起。同款果然甲别人无同款嘞，我嘛常常来遮啉咖啡呢，买啉过遮好啉的。咱真正好啉，你一杯咖啡内底放遐尼侪糖甲奶精，敢啉袂出来咖啡的余味啊？无采人的咖啡豆啊，我看伊归去就啉三合一就好啊。啉一个咖啡尔，敢有啥讲究？咱要讨论咖啡哦，不如来讨论安怎对付杨子晴。我看伊阿水白发表会哦，甲领导是规样拍乱的。啊，你今日招我出来，你就是爱我想办法来修理杨子晴。我真正无法度去忍受杨子晴要倒来对我硬排囡仔这件代志。你到底是有好办法会当处理无？办法是百百款啊，啊，不过假使讲你会当先甲迄导游变两条，我会当甲你挂保证。迄杨子晴，我绝对袂甲闹到去。倩倩跟贾永俊在那里说什么？他两个人什么时候有话可以说？啊，就叫我们今天还有进行，我还有事情，我就不送你。我如果跟你挂保证，我没问题就是没问题啦。什么事情没问题啊？英凯，那你这多好，你来请。我跟铜锣兄约好，你在讲代志。倩倩，我想袂到你跟贾永俊坐伫遐啉咖啡，看我阁真欢喜啊。因为这间咖啡我真爱啉啊，所以我定来。啊，贾永俊可能我来遮啉咖啡啦，看到我主动跟我拍招呼，煞袂见笑的，脚算细就倒来呢。讲什么？要跟我以后会当有合作的机会啊！要唔过我已经记出来啊！将军，咖啡我已经请你啉啊，无失礼啊哈，所以当请你走。将军，要找人讲合作，应该是你请啉咖啡，那是倩倩请你。就这上请拢无要紧，无就托我请好了。不要紧啦，小可代志尔。将军，我要跟阮英凯讲话。
敢袂当请你走啊？我即马随走，看恁阿公感情真正好，我嘛真替你欢喜啊。是讲哦，听讲迄杨子欣哦，最近敢若身躯边有一个护花使者，阁是一个执行长，好高呢，住一个病院尔，阁通调到警会去哦。我怪人咧讲，一对岳母促成两对家。出队。你来知影子欣住病院，伊住病院代志无几个人知影。江永俊，子欣住病院代志是毋是甲你有关系啊？不，你新闻咧报咧八卦杂志有咧写。我看你的表情鬼鬼祟祟，我都知影绝对有问题。我警告你哦，你莫阁对子欣动什么歪脑筋，安那无疑我即卖实力。我绝对给你好起来，和你去龙安来慢慢的反省，你有听到吗？好，蓝英台，卖浪费时间，该讲遐有诶无诶啦，紧走了。我记住吼，我要做一个好。英台，来啦，坐咧啦，你今日想要啉啥还是食啥？免。珍姐，我拄仔无想要问伤多，是无想要伫贾永俊面头前甲你冤家。你甲贾永俊会坐伫遐啉咖啡，绝对有问题。恁是咧参详要怎对付子欣啊？开嘴合嘴就是子欣，我倒是甲你讲，只要杨子欣要跟我来一工，伊就永远拢是我眼中钉。你若是愈要紧，我得愈要甲伊定条条。张英台，你到即摆规个心内还阁是杨子欣？请问一下吼，你到底有放心输在巨阳生技无？迄摆俩村讲你即摆是巨阳的董事长，大家就抓你无法嘞。你若规工干啥要顾杨子欣？处长，这个职位做袂好势，随时拢有人甲你换。甲我换掉，你气我。刚刚吃饭，肚子肚子都疼的。拄则叫你莫食，安尼坐乌白食，你看这肚子疼哦。咱拄则有经过一个素食店，那边有便所，你进去啦。你我过来，替我提起。进来啦。哦。来，我过来。门口你要给我顾好势哦，千万唔通碰无去。阿老婆，阮师傅昨日给我骂死啊，我有可能无落登去山顶咧。好啦，进去啦。我真唔管你是不是狐狸的师傅妹，这个物件对我来讲伤过不利啊。要赚这时阵赚掉，要赚什么时阵？都是我的，麻烦你还我。好啊。秋萍啊，这附近敢有啥物好吃的物件啊？我看你也爱上班，也爱带囡仔，爱三顿哦，拢无咧准时吃，安尼对营养好啊。
敢若有几日落落雪。查某是啥？想怎感觉明显明显？喂，九三，你两个走出来。雷官，我真有时间解释啊，紧来保护你的心。你不是说给我顾好势？慢走！慢走！慢走！啊！我也没准备给你跳，刚刚我跪。小宝，哎，你要去吗？我是在乡下无送开，你去送我回去好不好？要不过，我是送无送开啦，叫你去送我回去。你要看这一层都是你设计的，见鬼！伊安尼做，针对你呢，我袂知是啥物啊！要见鬼！我接林姐。张永俊，谁叫你安尼做的？我多加分一点过。